小朋友拿起水球在雨中打水仗，完全不怕湿，越玩越嗨，最后连水枪都出动。这场由文山区公所、兴隆社宅青创部、文山儿少平台共同合办的在地亲子活动，让大小朋友留下欢乐回忆。活动内容分成主舞台、游戏摊位及运动项目。游戏摊位有来自台北市各社宅青创推出的游戏与运动，文山儿少平台伙伴们各自推出游戏关卡，以及文山社大小小游戏设计师制作的兴隆实境游戏带大众闯关，像是弹力球、武功格投篮、套圈圈、弹珠台、保龄球等，吸引亲子家庭驻足和参与。另外，舞台上演兴隆乱打秀、乐龄击球社、文山社大乐团、台湾曲艺团等热情演出，博得民众喝彩。台湾美，说完美再说好，台湾的好事真不少。它是环境好，地理好，健保好，福利好，美食好，味道好，形象好，文化好，台湾处处都是宝，共创未来更美好，唱了这段数来宝，愿大家笑口常开乐，淘淘呀乐，好好，掌声鼓励。文山区公所设摊宣导茶笋节，并行销市府最新生育奖励金加倍送及催生助养新政及性别平等观念，让民众更能了解最新福利政策。记者翁云俊台北报道。